最精彩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啦！朋友，今天有新同学不是吗？新同学，兰兰你好，兰兰，要不要告诉大家您是？哦，我是拉米戈斯的拉拉队，拉米戈斯的拉拉队。对，拉米戈斯在征求队员的时候会跳舞吗？要考试吗？都一定要会跳，就是甄选出来，海选出来的。对，当然这关我们是希望能学什么特技的啦。啊，对，软骨功的有吗？有这一类吗？软骨功哦，应该没办法对折，但弯一下可以了。没办法对折，没办法，有软骨功。要求这么多到对折，可以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吗？啊，来一点音乐。缪姐，缪姐，我们要甄选走了，来，我们注意看他。来了吗？全身没有一块多一块肉 ，OK， 非常精瘦，而且但是没有看到柔软度啊，但是已经非常活泼了。对，这个可以参加这个比赛，可以吗？这是选手之一啊，海选入选的，那我们来。可能会输掉了，这才大一哦，兰兰。继续加油！皮盖着地，跪下去了，跪下去啊！获胜的是西小瓜，来。来，好好表现。我知道，如果派男跟男，你根本活不下去。当然要派女生嘛。这个还 OK， 他跑前面，我再不行，谢谢也可以哦。他听不到啦。那你们两个就一组了。好，来，你们就一组。女生先跳，女生跳完，男生跳，女生跳，女生跳完，男生跳完，女生跳，开始就位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懒懒了，还有人队代表，懒懒加油。球出来蛮不错，而且他的尖叫声很好听。来，拿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，四颗球。